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临时被 Q 上台，刚胜选花莲市长的魏家贤开心和祝祝姐拥抱，给那个年轻人的掌声啊！ 得到洪荒之力帮忙，成为国民党内年轻力量。党产遭清算，气势低迷时刻，魏家贤和党内大咖前辈一一握手致意。国民党内的年轻人才开始冒出头。好，再来，再请鼓励。排队照相人潮不断，拍完一张又一张。立委蒋万安人气超级夯，身为党内新生代潜力股，在问政上更是马虎不得。我在未来一定会把立委奖赐扮演好，不忘初衷，也不会辜负选民队伍的。 来，共同规划未来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意义最重大。而同样身为国民党渴望看好成为未来之星的，还有立委蒋启程。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有一个团队跟团结的基础，来把这些事情做好。国民党新世代一字排开，打出人才，就要拉回选民心。欢迎加入中国国民党，扫描 QR code。为了走入年轻世代，国民党现在还推出加入 LINE 好友，就可以得到 Q 版的国父贴图。除了人才，国民党更积极拉近年纪距离，要跟年轻人挂干净，计划培养更多新人才，要以新面貌和形象重塑国民党新的未来。记者纪冠宏、李义璇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